好，可以听。Just
Thank you.
请问莉莲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呢？A 三月二十六号 ，B 三月二十三号 ，C 三月十八号 ，D 三月十四号。哎，大家举好哦，举好哦，举好哦。哎，先不要下来哦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哦。第一，三月十四号。好，所以大家都通过了。这哎，不要，现在举手的人可以站起来，这样我就知道下一题要找谁。那坐下来的人就没有机会了，谢谢。所以刚刚我跟大家讲，我第一次来台湾念书的时候是2006年，所以说2006年到现在其实也已经10年了，所以说，对，所以人生没有几个10年，然后就好好珍惜。好。好，这首歌 有一半的、欸、就是今天会唱一半的中文歌词是我写的。
谢谢。